朋友送的一份礼物，好看吗？你到哪里去了？一大清早的不见人啊！我在赶集啊。这么早就赶集了？是啊，买点东西。你又买了什么快递哦？今天我去那里又拿了一个快递嘞。又有快递吗？是啊，这个啊。我最近没买什么快递啦，买的都到了呀。那为什么有一个快递呢？哦，前两天我朋友说给我寄了个快递，说是给宝宝寄的镯子，他不是做银饰的吗？然后说给他做的镯子寄过来了。那应该就是这个了，等我拆看一下吧。好，宝宝，阿姨给你寄的礼物来喽。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宝宝，我们来拆一下快递好不好？哎呀，在外面都控制不了他，还是把他放房间里面比较好。哦，你要拆呀？哦，妈妈给你拆开看一下啊。要拿个刀的嘞，用牙齿也不行的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宝宝，你有新镯子了哟！哇，这个不是的吧？这么多，这孩子是给我也寄了吧？还给我寄了耳环。耳钉啊。嗯，看，这个是他的，这个是他的。给他戴一下。宝宝，阿姨给你做的嘞，特意给你做的嘞。哇，好漂亮呀！戴起来，宝宝。我是不是太粗鲁了一点？可以放进去吗？放不进去，他手太大了。哦，这样子吧，这样子可以了吧？你估计也不行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你不要觉得他的手太大了，好吧？咦，好漂亮啊，宝宝。给他扣紧就行了。嗯。两个啊，一边一个。对啊，一边一个，我先把你戴起啊。他说他觉得小孩子啊，他说不要放那个有铃铛的，虽然好看，但是就怕他误吞嘛，就说就不给我拿那个铃铛的了。不过那个挂饰确实好看。这也挺好看的，可以了。哎，小孩子嘛，就是要带点银的东西。妈妈给你弄起来啊，你看，戴起多好看，好漂亮呀，好漂亮的呀，哇，这个是给我的，你也得戴一下呗，看到没？那么多，三个圈圈，好看哎，还可以哦。真的好看。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给我妈的，居然给我妈妈也准备了一个。你看它里面还有刻了心经呢，好漂亮啊！就是没有小胖的，我就说嘛，怎么没有我的呀？你的话就好像银饰好像比较少吧，对，这个可以开口。哎，你看，我也不用。这个也挺好看的，真的，做好工都看。还蛮好看的啊、哦。嗯。然后宝宝，哎呀，宝宝，你把妈妈的耳环都搞丢了，带了两个，有点闪耀哦。闪闪的，而且这是三个的那种，好看吧？可以。等发财了，我们整三个金的好不好？整你，哎呀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好看点，还有耳环哎。你看这耳环真的挺好看的，哇！银饰它居然可以做成这种蓝色，哎，好漂亮啊！还有一个挂的，这是什么？也是耳环吗？对，一个挂的耳环。这个也还蛮好看的。我觉得它这个是不是给我妈准备的？然后这两个耳钉是给我的，然后这个是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是茶花，你看，这种还挺好看的啊，戴一个呗。收到的全部银饰，好看吗？宝宝，你在研究啥？你自己有。他看中了我这个更亮一点，其实我们两个这个都亮啊。
我现在在研究这个耳环，我准备一边戴一个，看一下哪个好看。都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我耳洞好久没戴了，是不是戴不进去了？我的天！你说哪个更好看？我先看一下。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呢？我喜欢这个蓝色的，说实在的，这个蓝色好看一点。你就在这样一直晃，一直晃，一直晃。蓝色好看点。还有这个嘞，这个挂的耳环。哦，这也好看。换着戴吧，一天戴一个，戴一对。这个给妈妈戴吧。可以。然后这两个给我吧，或者是这里面给一只给妈妈。我这都挺好看的哦。嗯。不错不错不错。等下我要给我妈一个惊喜。妈妈已经回来了，她还不知道这个事情，我要给她一个惊喜哦。走，我们去给妈妈。Hello， 妈咪，你回来啦！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？宝宝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看宝宝带着这个东西被他发现了哟。咦，我也有，好看吗？是不是你婆婆给你买的？不是的，你想多了。噔噔噔，你也有。哎呀，这是惊喜。是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凤凰那边嘛，他是做影视的，然后他本来是说给宝宝寄这个过来，然后就顺便给我们也寄了，然后我们三都有，然后小胖啥都没有。我也有啊，这个是送给我的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那谢谢了。你看还有耳，你看我耳朵戴了一对啊，你看你选一对戴一下呗，这个我觉得适合你圈圈的，哦，我就来金矿，这个是给我的，你都戴好了，我刚借到国内，我刚借这个给到白爸爸给我来的，把个大气的胖，我刚。不是，不是奶奶，刚刚外婆还以为是奶奶弄的，不是的，是我那个朋友特意送宝宝的，然后就顺带，我觉得我们这两个还贵些嘛。因为姑姑就刚来了大金果，说你婆婆不都婆婆的大金果，我讲，那我扔了一滴捡大金果，我讲，我这个怎么赞成我一个啥？完蛋了，还要打金的嘞，你们要求太高了吧。刚刚我老公在跟我说，他说现在先带着银的，等以后赚了钱换金的。我说等你，我头发都等白了。不会的，是吧？很贵的。你看他这里面还刻了心经嘞，看到没？整个全部都刻了，很漂亮啊，我觉得。你戴一下试一下，我给你戴一下。我得。这个就不怕戴不起啊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还挺好看的耶，啊，这个很厚实，这个好重哦，嗯，很重，